完全亲肤不刺眼，然后弹性你怎么拉，肚子怎么拉都可以，它就是一个非常亲肤，然后不会飞起来，它就是微微的包臀，然后这边都不会非常的紧身哦。红色绝对是首选，而且我们家的红色非常的显斑，这上衣是直接可以脱掉的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你买一件等于买两件，然后这件毛衣你还可以自己去搭你其他的一些短背心，然后你这边你可能就自己披个外套或是一个什么披肩罩衫就可以。如果比较高或是你会有点小害羞的人，你就随便加一件短裤就好了，完全不干扰，完全不干扰。真的是我们独家制定款哦，而且面料是超级好的面料，不是那种扎皮肤的。然后外层我就做一个小罩衫、小飞鼠的感觉，脱掉之后啊，它就变一个背心式的洋装。你们可以自己搭起小外套，就有一种休闲的感觉，又变另外一套穿搭了。我觉得很实用，是因为这件上衣可以搭牛仔裤，它就是一个小飞鼠的毛衣。因为是我们制定款，所以我觉得面料相对其他的毛衣更好，弹性十足，不用担心贴身贴臀，完全没有。然后长度的话，我身高161公分，刚好包臀。它不太会飞，所以你就看你自己的身高。